本案发生于今日14时10分许，在中平路某银楼店内，一名男子扬称要买金饰，试戴后却直接夺门而逃逸，现场无人受伤。经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，沿线追缉200多公里，于17时许在雾峰区丰正路查获该名送信犯嫌。本案在案发后3小时内火速破案，全案依抢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，勿因一时贪念而触法，任何挑战公权力之行为，必定依法就办，绝不宽待。